爸爸都不理我了。平安，姑姑带你去买巧克力吃，好不好？嗯。跟姑姑去吧。心雨，你过得好不好？心雨，你过得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想看到我的话，叫我走，我会离开。说出来，说出来，我才会走。你这样看着我没有用。如果你不说，我就不离开。还是被你发现了，有一件事是我骗了你。其实跟西雨结婚的这段时间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光，只要有这段回忆，我就可以幸福地过一辈子。就这一点，我觉得最对不起你，因为对你而言，每次想到我就很痛苦，而我想到你就很幸福。全都是你在付出，而我只是接受。看起来还真像。像谁啊？像我爸爸。你爸爸是谁啊？他呀。你哥呢？妈，妈，不是说哥交给我管吗？你怎么突然跑来？没有错，交给你管。交给你管，你带你哥去任何地方，得经过我同意。莫名其妙。啊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妈过来也不知道打电话通知我。笑一笑好不好？西雨，笑一笑。我希望以后我们两个都老了，在你的回忆里，我不是这么丑陋的女人。如果要这样的话，现在就要把这些不好的记忆给抹掉，
心雨，把这些不好的记忆抹掉好不好？心雨，说，说，说出来，说出来，心雨，说，快说出来啊，快啊！心雨，出来。妈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这是在干什么？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还在这纠缠不休吗？快去把含着你这个儿子给我带走，离开这儿，走。拦住他，哥。西雨，西雨，快追！金宇，回来，回来，金宇，你在这里等一下，不要乱跑。金宇，金宇。回不去的从前，曾经深深爱过你，一个轮换一生期待。思雨，看着我干嘛把他拉回来。多少泪，思雨走了，思雨走了，天长地久的相爱，至少给我一个理由欺骗自己。我离开时，我好，怎么你让我一个孤单承受失落的痛，离别的苦？到底我算什么？你曾经爱过我吗？一句谎言摧毁一生，难道你不在乎？任性让我一直等，一辈子不爱别人。太太回来了，哎，细雨和谁在一起？细雨他不用理他，让他一人上楼去静一静。你不是说带着他在学画画吗？原来你带着他偷偷的在跟那个女人在幽会啊！如果今天不是我要去把你们接回来的话，我想请问你，你打算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不管你信不信，这并不是我计划好的。可他现在开口说话了，无论如何，结果很好，不是吗？